不卡视角了。爱斯基尔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叫这玩将，是一名伏地魔，枪法虽远，只会野人。和帕楼子待着。把玻璃盖碎啊，往这边跑了哈，看到没？那去开吉普去接人去了，一会儿到这换轿车肯定的。嗯，下去吧。你别着急啊，他们一切尽量你自个的掌握。走了，哎，往那边走啊，嗯，往那边走，不来这换车呢？哎，后来这换车呀，这有轿车，哎，这有轿车，往哪瞅呢？呀，又来了，哎，这有轿车，换轿车，兄弟。换轿车，哎，换了，完事儿，完，哎呀，我去，人头被抢了，干了，刚打死一个嘛，人头被人抢了，我对面就有个人，没看着啊，这不就是个人吗？搁那躺半天了，跟我一样，也搁那躺着呢，哎，来了。妈呀！队友来接他呢。来了。哎呀，来生意了，来生意了。去吧，完事儿，完事儿，还玩啥呀？你们俩啊？赶紧治哥俩得瑟，走。上楼。哎，不跟他们硬打啊，上楼。搁那，你看他们这小子多尖！多尖这小子啊！哎呀，当然是还不是你自个对手，对吧？你自个他是人狠话不多。对不？你自个他是啥人？他是人狠话不多啊，教育嘎嘎没得说。哎呀。姐。完事儿。